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69页。969页第二行看起重重毁灭，这分为三段第一段曰：这福已毁灭我们看经题重重毁灭第36第36篇。念老有简单的品题介绍。本品为这福众生物业而是毁灭。首先恶因恶果。令之畏惧，莫劝端正身心，不忘功德，以免败毁。地平经在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有它格外特殊的意义。今天是龙年，下半年开始的第一天，农历七月初一。我们学习到第36篇。这冥冥当中都有感应。前面著是我苦，世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要知道苦乐，要知道善恶因果，丝毫不爽。古德所谓不施不报，时辰未到。时辰是什么呢？是众生过去生中修善积德，还有余福余福未尽，这就是恶报暂时不现前。什么时候那一点福报享尽了，不善的果报就现前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明白了，清楚了，自然生起畏惧之心，不敢造恶。不但不敢造恶，连恶的念头都不敢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从今天起，分秒必争。
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就完全对了。啊，这个机遇不容易得到。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真正发菩提心，克期求真。啊，也就是成佛正果的缘到了，我们要紧紧把它抓住。请看经文，这第一段解悟啊，分四苦，若相生已重回。这个相生呢，因果相生，祸福相生啊，这里头又分两个小段啊。第一段皆辗转末犯，请看经文。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我们看注解啊，注解里头右面这段经文说明无恶，这是因，不善的因。这个无恶是前面所说的杀盗淫妄酒啊，无痛是花报啊，是指现前的苦报。无烧啊，是将来来生的果报啊。烧是形容地狱一片火海啊，来生三途果报啊，这就非常可怕了。嘉祥大师译书里都说，辗转相生者名三途，不除恶，恶不绝，苦果不息啊。这是《无量寿经》啊译疏上讲的三毒是贪嗔痴，贪嗔痴要不除，我就不会断绝啊。从贪嗔痴决定生如前品所说的恶报，这个恶报是今生要承受的，佛称为花报，像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果是地狱恶鬼出生啊，贪心所造的
是恶鬼业，成慧所造的是地狱业，愚痴所造的是畜生业。啊，所以这三毒要不除，恶报就不会断绝，一个一个连着来。又慧书曰：“无恶是因。”啊，经上讲的无恶是贪嗔痴慢疑，在行为里面，他所造作的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是心恶，对，意恶，杀盗淫妄酒是行为上的恶。啊，心恶是因，行为造作是缘，因加上缘，后面果报就现前了。啊，就情苦是苦，情是非常认真在做。啊，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到处我们都看到，他每天很勤奋在工作，干什么？啊，都干的是杀盗淫妄。啊，一果皆因，辗转相生呢。先痛后烧啊，相因而生苦。啊，佛教人先说果，然后再说因。为什么？众生呢，为果，他疏忽了造因，所以跟他讲因，再说果，他不重视。啊，先听果报，有震慑的力量。啊，说到果报这么严重这么苦，他真害怕，然后再告诉你这苦怎么来的。啊，于是他警觉性就高了。啊，知道贪婪是恶鬼呀，鬼比人苦多了。贪心越重，贪婪的事情做得越过分，在堕在鬼道里就越苦。啊，鬼的种类非常复杂，啊，跟人不能相比。啊，鬼道看到人就像我们看天一样，非常羡慕啊！啊，可是今天人愚痴啊，造作跟他们的因一样，由过之而无不及。是的，鬼知道啊！哎，将来你们受什么果报，跟我一样，比我还苦。啊，地狱是嗔恚，是杀生。啊，现在杀生吃肉，这个业报不得了啊！啊，我记得在抗战期间，资源缺乏了。啊，
吃肉，一个月只有一次，哪有天天有的吃的？那抗战期间，我们很可怜，流亡学生，离开父母，跟家乡音信不通，国家办学校，收我们这些流亡学生，请老师来教我们，这学生完全是公费呀，不但不交学费呀，连吃住学校都管，学校人多，我们那个时候在贵州念书，这个学校学生有1200多人，在那时候就很大的学校了。物资是公家配给的，就跟当兵一样，国家来养这些学生。一个月才有一天加菜，哪有天天有的吃的？不但是素食，而且量都很少。我们吃早餐，早餐是酱菜。一块豆腐乳，我们一桌是8个人，一桌4个菜，一个汤，一块豆腐乳就是一个菜。同学们怎么吃饭呢？这一餐呢，就选择一个菜，这一桌嘛，2个人商量，我们选择哪一个？有次序的，今天我是第一，你是第二，他是第三，他是第四，那到明天呢，我就变成第四了，这个第一就是他有权利第一个来选举。选择他选他喜欢吃，那选择吃豆腐乳，你看一块豆腐乳2个人吃，这一餐早饭。现在听都没听说过，现在资源丰富。过年，才有7、8个菜的样子，才给你加一倍，顶多不过3天呢。所以肉食少啊。你看现在的肉食，现在是天天过年，不但是过年呢，比过年还过分。你有多大的福报啊？这样的消耗啊！看到现前的人每一天消耗的福报，学佛的人会感到多生多起修积的善因啊！可是，在这一生当中，短短的20、30年当中，就把福报消耗尽了，真可惜。修因难呐，耗损福报太容易了。现在人没有看到过去人那种生活状况，不知道啊。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抗战时候，这交通没有公路啊，
一般汽车很少，开出公路啊，那都是战争资源的运送。公路没有铺柏油，是沙土的路啊，所以车经过的时候，后头灰沙，全是灰沙。啊，一个人如果汽车坐一天的话，那身上泥土都好厚。啊，要洗两三次才洗干净。啊，衣服全身都是灰。啊，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抗战之前，柏油铺的马路全中国只有一条，京杭国道。啊，杭州到南京这一条路，就这一条路是铺柏油的。啊，双行道，来去双行道。现在马路四条线的，那就两线的，这很少很少。啊，抗战胜利之后，我住在南京，住在中山门外，中山陵的旁边。啊，也就在京杭国道这个线上。我练习骑脚踏车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个马路骑脚踏车很舒服，全国就是那么一条，你就晓得多可怜。所以果报不能不多说啊！现在人不知道因果，不怕因果，敢造恶啊！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所以叫辗转相生。啊，现现是透，后是少，相因而生，两个说法。啊，慧疏跟加强疏两个说法。都相同，居民相生，但未祥民辗转之意。啊，静音、景心、望西，他们三个把这个意思啊补出来了。啊，望西云：粗民卧生少通。次民呢，烧身卧痛。啊，烧是在地狱，堕地狱，他不知道，是自己业报变现的，他不知道，他怨天尤人，认为我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受这样罪报？不服啊！啊，在卧道里头不服，就骂阎罗王啊！啊，阎罗王不公平呐！啊，学习宗教就怨恨上帝，怨恨神明啊！啊，我没有造这么重业，为什么受这么重的果报？这一种怨恨。加重了罪业，也加重他的过报，这就是相生的意思，辗转相生的意思。
经营书上说，初民从卧，生通生少，下民其从少呢，又生卧生通。景心同言，跟他说的是一样的，是为呀卧与通少啊，互相辗转而生。卧，这是造卧因；生通生少，这是你啊堕落在卧道。但是啊，卧趣众生呢，三毒迷身，他那个贪嗔痴，不输在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还严重。所以他在受罪的时候，他那种心不平，他那种心的怨恨啊，贪嗔痴在增长。下头说，如鸡生蛋，蛋又生鸡，彼此辗转而生，何有有意识啊。这是说明堕到地狱为什么很难出来，原因在此地，他不服，他不承认啊，他不以为然，这是罪上加罪啊。所以他贪嗔痴三毒在受报的时候他增长，他不知道忏悔啊，他不肯认错。所以下面经文说，敢有犯此，此是指物啊，这个物在意义就是贪嗔痴慢，在口在身就是杀盗淫啊，口是妄语两舌七欲我口，意是贪嗔痴。啊，敢犯我者呀，必当永劫辗转于卧趣之中，所以说常立卧趣，常是这长时间出不来呀、啊。这个卧业在受罚的时候，它增长，它没有消掉。如果自己认错，自己知道忏悔，他的恶业慢慢就消除了，他才能出得来。啊，他不肯承认，不知道忏悔，他的罪业天天增长。那么他受处罚的时候，永远不会到期啊，那就出不来。啊，当离我去，离是经历，我去是自作自招之苦，我去是三恶道，故居果相啊，一切众生令知我因也。那我们今天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得记住，卧室决定不能走啊，卧室的总纲领就是杀盗淫妄酒啊，决定不能走。
本经无界惑摄善，啊，无界跟摄善融成一体，啊，无界最后一条是九，把意业的贪嗔痴融在九里头，说清楚说明白了，九罪了，贪嗔痴杀盗淫都会起作用，啊，所以前品一品经就是讲的无界摄善因啊。那么所感的卧道，卧道主要是地狱，其次是恶鬼出生，啊，他很不容易离开三恶道，啊，这是自作自受的果报啊。佛说这个果相，啊，用这个提醒大家，警告大家不能造恶，造恶没有好处啊！为什么要造恶？啊，一生贫富苦乐是前世所造的业，业所感的果报啊，自己明了就应该欢喜承受，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你是个富贵的命，你就想你的富贵，你是贫贱的命，你要甘心忍受过贫贱的生活，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积德行善，你就能改造命运，如果是怨天尤人，你是罪上加罪这不能不知道啊！啊，要想不受恶道，就停止造恶业。我们才能超越。请看下一段经文，明二报时辰啊，二报就是花报跟果报啊，这个上面讲的痛讲的少啊，痛是现世报，花报烧是来生的果报，或其今世现被病殃啊，死生不得了世中见之啊，这个四句是讲现世的花报。啊，我们看注解，或其今世到世中见之，这个四句说明无痛啊，乃
现在世的花苞。悲，在佛法有时候念批，跟挑手边那个批意思完全相同，古时候这两个字通用，啊，就是受的意思。啊，病呢是疾病，病很多种啊。啊，佛经上常讲的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外面来的疾病，啊，像伤风感冒、饮食不小心，啊，这一类的叫生理上的病，啊，生理上的病都要找医生，啊，药物给你调理治疗，啊，你的病能够好。第二种叫冤业病，冤亲债主来附体，让你生病，病重的时候夺取你的性命，这个医生治不好的，因为他跟医药没关系，这一类的病在宗教里头求化解，来调停，来化解。如果对方接受了，他离开了，病就好了。所以讲诵经拜忏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这一类的病有效，前一类伤风感冒没效，那你一定找医生。第三种是最麻烦的，自己造的罪业太深了，所感到的病，你看不是生理上的，又不是冤亲债主找的，是自己罪业感应的病，这是最难治的，这是宗教祈祷上没效，医生治疗也没效，这叫业障。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有，真正忏悔，自己要认真反省，做过哪些错事，害过哪些人，真正忏悔，改过自新，改邪归正，能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资料，叶斌，在佛光大字典上，叶斌就是业障病，俗业所感的疾病，这是说，或是过去生中，或是这一生当中，年轻无知啊，造作许多恶业，自己不知道啊，但是现在缘成熟了，病发了。为困
于常，于常苦楚万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种病在现在很多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那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啊？这后面说，此乃罪过之所招，殃咎之所引呐。说明这个病的原因呐，非药师所能治愈，医药不能治的。因为它跟医药没关系，它不是身体的病啊，这是心病。造的罪业太多了，造的太重了，啊，才发这个病。唯须忏悔业障啊，这病怎么治法呢？真诚忏悔，认错，改过自新啊，最好是能够发怒忏悔啊，我所做的罪过让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骂我一句，这就叫消业障啊！每个人看到你的时候，瞪你一眼，都是帮你消业障的。啊，所以自己的过失，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业障消得快呀。如果是藏着不让人知道，这麻烦大了，那你得慢慢受罪呀。没完没了啊！啊，读诵书写经典，这是消业障。供养赞叹诸佛菩萨，布施法界众生，以其功德消业除贫，这提供你好方法。啊，那么我们遇到这些病人，一般都读诵什么经典呢？读地藏经的最多。啊，这是什么原因？给恶鬼地造这种罪。啊，读十善业道经。也都很有效果我们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银行家啊，当地的大富长者啊，一生虽然拜佛，但是没有时间学教。啊，工作太多，事业很多嘛。啊，非常忙碌，每一天只是烧烧香。啊，磕三个头。啊，到他晚年生病。不能上班了，在家里头养病。他的家很大，占地面积很广，啊，家里面前后都有院子，
人口也众多，啊，在家里养病就没事了，啊，就想到我在居士林讲经，啊，他就告诉林默远，把我讲经的录像带，啊，那个时候录像带，大盘的录像带，啊，拉回到他家去给他看。每天看八个小时听经，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啊，足足听了两年，念了两年佛，跟李默元居士说他想往生极乐世界，真有这个本事。啊，这是什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两年不间断的，听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不得了啊！啊，李默远居士说：“不行啊，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之后，这个居士林会乱成一团糟啊，没人能领得起来。求他多住几年，他答应了。”啊，答应的又多住了两年，老样子就听四年经，念四年佛。啊，把居士林的事情重新安排了，他把他的董事长辞掉了，啊，人事安顿好了，告诉李默远，真要走了。啊，走的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三皈依。他躺在床上，啊，给他做三皈依，送他这个三皈五戒证书。嗯，第二天就走了。啊，那么在走之前，他在一张纸头上。好像是写八月初七吧，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家没有人敢问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走的那一天就是八月初七，三个月之前他就知道，预知时至啊。晚年这一场病是他的增上缘，如果没有这场病，他决定不能往生。啊，因为有一场病呢，他不管事了。啊，所以他每一天能听八个钟点经。除听经之外，他就一句佛号，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啊，功夫成就了，啊，他往生，他在生病的期间，也就是差不多最后的三个月。居士林那个时候办这个弘法人才培训班，短期的，三个月期。这些学生都到他家里帮他作念。啊，往生之后是第二天，是第三天，啊，助念是24小时不中断的，轮班去的，一般4个出家人，啊，哪一个班？
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在香港讲经，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啊，说居士林有一个同修被附体。啊，什么人附体呢？老林长陈光别的冤亲债主，是很多，有几百人。啊，他们跟着法师，啊，法师换班的时候回来，跟着法师到居士林来。居士林的护法神准他们进来啊，他们来是来告诉大家老居士真的往生了，他们来报信真往生了，这些冤亲债主很喜欢啊，不闹事不找麻烦，要求听经，要求念佛，打电话给我，我说赶快给他们立牌位 啊，请他们到讲堂去听经，念佛堂去念佛啊。结果这些附体的灵说，讲堂念佛堂啊，光太强了，他们不敢进去。啊，最后商量结果呢，他们要求在斋堂。啊，那斋堂装上一个电视机。啊，想听什么经呢？听十善业道经、地藏经。啊，我们同意。日夜播放，一遍一遍的播放，播了三个月，他们大概都往生了，都走了。啊，肯定都是往生善道、人道、天道，也有少数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好。啊，这是事实证明了啊，真有鬼神啊！啊，真有冤亲债主啊！啊，他们看到你往生了，佩服你，啊，欢喜，不找麻烦。啊，过去的这些怨恨的时候一笔勾销了，啊，求超度。我们通通都给他做了啊，所以这个是消业除病呐。另外，《大智度论》里的讲有两种病。因为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经论上说的我们要知道一些。第一种，先是行业病，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的，为因先是好行编障，考虑就是拷打，必系种种恶法，恼害众生，故感经世多变。这是先是行业变，行是你的行为，你的造作不善。啊，如果是对人，罪就更重。这希望打畜生呢、啊、
过去古人家庭环境稍微好的，一定有养马养驴啊，做什么呢？交通工具啊，出门在古时候啊，最好的交通是马车啊，牛车啊。那么这些畜生，这畜生还有耕作，农田里头耕作啊，你要是不喜欢它啊，狠狠地用鞭子去抽它，这都造业。啊，这个业都要有报的，不是造了不受报啊。啊，我听到有个人告诉我啊，他的先生每一天用无缘无故用鞭子抽他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啊，被他先生欺负一辈子，他也不想离婚，很怪啊。啊，以后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告诉他，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你前生是个农夫，你的先生是你一条牛，他替你耕作，你常常鞭打他，所以今天的时候他打你没关系，再有几个月就满了，以后就不再打你了。你果然如此，一报还一报，还清楚了不想再打你了。啊，所以人一生的机遇要相信因果，自作自受啊，没有例外的。啊，那么对于一切众生要爱护，不但对于动物，家里养的动物，野生的动物要爱护啊，对于小朋友更应当要教他爱护小动物啊，蚊虫蚂蚁不可以杀，蚂蚁太多了，引他走到不碍事的地方，引导他了啊，蚊虫苍蝇把它赶走就可以了，不要杀它，从小养成慈悲心，长大就有福报了。所以做到了种种恶法恼害众生，让众生生烦恼，是害众生的命，那感经世多病，多灾多难。第二种呢，现世失调，这是我们常讲生理的病，因冷热风雨不知将阳气生，即饮食不节，卧起无常，一世四顾的种种病，这是现在不懂得卫生，不懂得保健啊，中国人这一代的中国人非常可怜啊，古时候中国人都懂得，为什么家里老人教家家都教，基本保健常识
个个都有。啊，中国以农立国。啊，所以大多数人民都住在农村。农村里头没有医院，没有医疗设备，人生病怎么办？啊，全是中医。啊，乡下也有医生。古时候社会，医生跟老师，他们虽然贫穷，生活很艰苦，但是普遍受到人的尊敬。那什么原因呢？他们的发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赚钱的。医生为人治病，没有讲价钱的。病治好了之后，你家里富有，多给他一点供养；家里贫寒，少供养一点。实在没有，医药都是医生帮助你，不要钱的，那救人的。啊，所以社会大众尊敬，老师也是不要钱的。啊，上学交学费，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不变成生意买卖了吗？啊，夫子可以说定下这么一个制度，对老师的供养啊，素修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腊肉，一小条，啊，半斤一斤，得一年过年的时候给老师送一点礼物，啊，叫礼不能少，啊，财完全随缘，你家里富有，多送一点；家里没有，不必送，老师不怪。老师教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啊，不是为这个发财的，这师道啊，人心淳厚啊，啊，农村小孩都有好的教养。大人没念过书，通通受过这些教育，他都懂。我们这一代可怜啊，生活在战争动乱的社会，没有人教给我们，没有人讲给我们听，我们变成什么都不知道。啊，这在过去中国社会里所没有的。啊，真正是我们生活在悲惨的世界。啊，一无所知。连基本保健都不懂啊。啊，中国古老教学。啊，你看看帝王带头的。啊，中国人知道古代帝王时代有所谓三公九卿，这个地位都很高啊。啊，三公
是帝王的老师，是帝王的顾问，啊，现在讲高级顾问。古时候地位非常尊重啊，啊，叫三司、太师、太保、太傅，就是三个老师啊。太保就是管生活起居，现在所讲的卫生保健，太保管的啊。太傅教你伦理道德啊，太师教你办事的智慧理论方法。啊，皇上有三个，普通一般家庭里面一个，一个老师三方面都教，都懂啊。啊，除了教小孩之外，家里面上上下下的人得空闲的时间都来听听老师啊上一堂课，这个课里多半都是属于保健的，养生保健，所以他都懂。家里这些成员很多不认识字，可是他有这些常识啊，他懂得，他不外行。啊，古时候学校简单，他就把它分成这三个科系就行了。啊，生活需要的他通通都想得很周到。啊，不但有教的，还要有督促你，带到你真正去落实，你都要把它做到。啊，现在所谓的教练啊，这个教练叫少司、少保、少傅，也是三个人啊，皇家才有啊。啊，这三个人是陪着太子，文武这些大臣的子弟啊，跟太子年龄相差不多的一起来学，这就是培养下一个朝廷，所以这接班很顺利啊。一点都不复杂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造成长治久安。比现在民主好啊！民主4年5年搞一次大选，搞得社会动荡不安。啊，选出来是新的政府，完全是新的政策，寿命都很短，上面执行的底下这一届不承认，不喜欢，要搞自己的。
啊，不像古时候，祖宗定下这个制度，可以延续几百年，不改变。啊，民主跟君主，君主两个比较，我认为君主比民主好，它世代相承，它政策可以不变。啊，民主是不一定，什么都是短暂的，因为它任期有限。啊，他没有长远的考虑。他自己不受上一届的约束，所以底下一届也不接受他的，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啊，他所想的就是他任期这几年应该怎么做好，底下他再不想。啊，这个是民主比不上君主的地方。啊，君主想的长远，他希望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做皇帝。他想的久远，想的几十年、几百年。那么这是生理上啊，所谓保健出了问题啊，得病的原因。这个后面还有一段，病期六月，出《摩诃止观》第八卷上所讲。众生之病皆因六缘而起。啊，第一个四大不调。四大是说身体，物质的身体，我们没有把它照顾好，让它感受风寒。啊，得伤风感冒这一类的，属于四大不调。第二种呢，饮食不节，啊，暴饮暴食，啊，饮食是我们身体能量重要的来源，是靠饮食。饮食古人非常讲究啊，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对你养分最充分的是哪些地方呢？你住在这个地方30里以内的这个范围生长的东西就是养你们的，不是养30里之外的。现在我们吃东西吃各地方东西那都不养人。那30里之内的这才是真正养你这个地方的。啊，而且要吃新鲜的东西。啊，所以讲月令啊。啊，中国人懂得了，哪一个月要吃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饮食要怎么样做法？甚至从前是烧柴火，柴火烧什么树木都讲究的，啊，很考究啊。啊，什么样的火候，怎么样烹调，
大学问呢、啊，那这太保不好当啊。那太保对这个权完全要懂得了，啊，一点差错都没有。第三个呢，这是佛门坐禅不调。啊，坐禅，这是修行功夫，要懂得调身，要懂得调心。啊，如果不懂得，也容易出事情。啊，坐在那个地方，一入定，可以坐个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于坐三个月才出定。啊，三个月呢，就是坐在那90天呢、啊，那腿不会麻木啊，不会出问题啊。嗯，他懂得调理。啊，我们一般人不行啊，一般人不要说是叫你坐，叫你坐半天，你就问题就出来了。啊，调心。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心里头有境界，啊，要调身，全身血液循环正常。什么毛病都不会出。啊，晚境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这坐禅的，啊，常常听说老和尚坐禅半个月出定，一个月出定，啊，他出定的时候感觉的他好像坐下去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样子，实际上10多天定中感觉很快，一刹那啊，脸谱上有一段记载，过年的时候他煮了一锅芋头，啊，芋头还没煮熟，他就在旁边打坐，等芋头煮熟了再吃。啊，没知道这一定定了半个多月。啊，寺庙里面，很多人觉得老和尚很久没有来了。去看看他吧，啊，看到他才入定，拿个银签耳朵旁边敲敲，这就叫他出定。哦，他睁开眼睛，哎，你们来正好，我煮了芋头，来一起吃一起吃。揭开盖子，芋头都长草了，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你这一坐半个多月了。”他自己感觉芋头大概烧开了，啊，这个不是欺骗人的，啊，所以坐禅得先要有这些知识，怎么调心，怎么调身。啊，你不需要运动，身心健康，不出事情。那么第四种呢，
鬼神得病啊，这现在常有鬼神附体，你得病了，鬼魅作人而为病者。只关于若入四大五脏，是名鬼病。那、鬼病从哪里来的？冤亲债主很多啊，特别是现在人。为什么？现在人吃肉太多了，那些东西甘心情愿被你吃吗？是不得已啊！对吃他肉的人、杀害他的人，痛恨在心呐、他要有了机会了，遇到你，他能不报复吗？良友，人邪念种种事，鬼神的级别，或妄知吉凶啊，人有邪念，或者有妄念，妄念里面最普遍的就是吉凶啊，人想知道吉凶祸福，想去找鬼神。这个上面斗西罗鬼作种种变，青黄等色，从无根入，在异地邪解，能知吉凶，或知一生一家一村一国吉凶死，此非圣之也，若不治之，久久则杀人。真的会杀人吗？会。慈禧太后就是一个例子。慈禧太后就相信这个东西。在他之前，国家大事，那些帝王总是召见儒释道的长老，向他们请教，或是专家学者啊，来讨论。慈禧太后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宫廷里头不讲经不教学了啊，搞什么呢？家祭服乱，大小事情都向鬼神请教，这些鬼神就得病了。所以清朝慈禧亡国，亡在信鬼神，不信神教，亡在这上。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对伏击有怀疑，向他请教伏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张家大师告诉我，是佛菩萨降临到祭坛里面来，这个没有这种事情。都是灵鬼，灵鬼里面程度差别非常悬殊，拥有修行的灵鬼他叫灵，
有没有修行的，那么他就胡说妄为，你也没办法找到他。老师告诉我，他所传递的信息，我们要用智慧去鉴别，可以做参考，不能相信。你要依照这个做，往往就上当了。学佛的人依什么呢？以经典的理论做依据，以经典上的方法去行事，这是佛弟子，这个得佛力加持，这正确的。把佛放在一边，经典放在一边，去搞家祭附卵，搞这些鬼神，那你就错了了。听鬼神不听佛菩萨的，这不是佛弟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第五呢，魔神相扰。这个很严重。不用功的时候，魔不找你；用功越得力的时候，他来找你。为什么？他来破坏你。他不愿意看到你有成就。他能够干扰你，一定你有把柄在他手上，他才能干扰。这底下说止观月，止观是天台家所修的，鬼但病身杀身，他让你长病，让你死亡，这鬼来夺你的命，跟你都是有冤仇的，他来报复的。魔跟鬼不一样，魔是来破你功夫的，你修止观，他来破你。破法身毁灭，怎么会把他招来的？你有邪念啊，修行人，你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你对于佛法、对佛菩萨、对经教信心不足，对他有怀疑，所以到紧急的关头，你会求神，你不会求佛。那魔就得其便了。他就冒充佛菩萨来了。这个里面说，其邪念想夺人功德，与鬼为义，跟鬼不一样啊。鬼是来夺命的，来逃命的，
你过去杀他，他来杀你。啊，魔是破人发生毁灭，让你起邪念。破坏你修学的功德，啊，怎么来的？还是自己诱导他来的。行者与坐禅中，这个修行人在修行用功的时候，邪念力扬。这心不清净的，没有离开明文力量，就会引起魔来干扰。啊，为什么呢？魔能够现力量。魔现种种衣服饮食，其真杂物，皆领受欢喜入心成宾。啊，就由这些供养来。你贪念着供养，你的道心毁掉了。啊，也就是说，道心是什么？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这些杂念、妄想，让你染污，让你分别，让你起心动念，就把你的功德全毁掉了。这麻烦。啊，所以宗门常说，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东西，六祖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中无佛也无魔。啊，见到佛欢喜了，魔现的，不是真的。真佛不会现形给你看。为什么呢？现形给你看，你生欢喜心。你自以为很了不起，让你产生幻觉，那是魔。啊，什么时候真现身的？现身之后，你看到若无其事，理都不理，动都不动。这个时候，佛现身给你做证明，你心里很清楚，真有。啊，你也不会告诉人。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啊，集合志同道合的道友们123个人。在这个山上念佛，求生净土。啊，山下有一条小溪，以湖溪为界。啊，不越过湖溪。132个人个个成就。啊，员工往生之前告诉大家，
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啊，那是真的，见如不见。那就今天第四次极乐世界出现了，我要往生了，再告诉大家啊。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经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啊。圆公在世净土经就是一部无量寿经，观经弥陀经还没翻出来。最早修净土就是依靠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成为净宗第一经啊。啊，所以魔神相扰啊，不能不知道啊。啊，魔神，这神也是魔。啊，魔王波旬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王啊，波旬啊，人也很慈悲，福报非常大啊，神通变化我们都无法想象啊！啊，他为什么障碍别人成就呢？啊，他自以为欲界他最高了，他是欲界的天王，他不愿意他的人民离开他。啊，你要脱离六道轮回到别的地方去，我的人少了一个了。他喜欢人多。啊，他不愿意人离开六道轮回。你不离开，不离开六道，没事，他不找你。你真想离开，他就来找你，障碍。如果你能突破障碍，他佩服你。他也来护你法啊。什么才能够突破呢？没有贪嗔痴慢疑就突破了。有一条他给你抓到了，你也逃不了，你出不去他让你生烦恼啊，你要有贪心，他就变色你喜欢的啊，把你摄住啊，你贪财他用财啊，现无量的财宝给你，让你舍不得离开。你贪色他就现美女来引诱你啊，只要你心里头有念头，他就有办法把你摄受住，你走不了。啊，净土教给我们方法妙啊，阿弥陀佛，他没有办法现阿弥陀佛。啊，修净土的人心里什么都没有，一切统统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真这样干他佩服你啊，他也赞叹你啊，所以我们成波旬成菩萨了
波旬也是菩萨，啊，怎么样的诱惑，我们也不理会，啊，我们也不排斥，见而无见，无见而见，啊，心里头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动摇。决定不改变，决定不退转，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幕后，你看，灵受欢喜，入心成病。哎，魔在诱惑，你一生欢喜心上当了。你就得病了，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最后一条，恶业所起，啊，这就是业障。止观曰：或转世先世业，啊，或者这个业是先世的。过去生中所造的罪业，啊，或者呢，今世破戒动心识业，啊，与先世的业脱不了关系，啊，这一生当中修行破戒了。自私自利的念头起来了，贪嗔痴慢的念头起来了，把前世续世的罪业引发出来，这个业力就成了病，还有五根只有所犯。下头举例子说，若煞罪之业是肝炎病，啊，过去生中杀生太多，你这时候得肝病，得炎病，饮酒罪业是心口病的心脏，啊，口舌病在这个地方。饮罪业呢是肾而病，啊，妄语罪业呢是脾舌病，若是偷盗的罪业呢，那是肺脾病。毁无戒业，啊，破无戒十善，再有无脏无根病起。止观这一段说得好啊，杀盗淫妄酒啊，不是好东西啊，引发我们里面五脏六腑的病，啊，我们自己想身心健康，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
你身心健康，不会生病啊。这段讲得非常好啊。这个病起来了，下头一句是治病。夜泄乃柴，柴是病好了。病怎么好呢？夜没有了。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用意念可以治病。我们这个身心五脏六腑有病，你要懂得的话，断我修善，积功累德，端正心念，这些病通通都能好。病要真好，你找医生，医生对你的病的效果顶多三分，自己念头转过来，这是七分呐。医药的力量只有三分呐。你有很强的自信心，不必用药物也能治好。这个道理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承认了，很难得了。美国一个专门用意念治病的医生休兰博士，今年3月21号到我这里来访问。我们共同证实这桩事情。他做了不少年了，治过几千人，非常有效果。不用医药，不用针灸，什么都没有。完全用自己的意念，而且帮人治病可以不需要跟这个人见面，相距两三千里都有效。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的力量太大了，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心想生。我们要没有放下，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存在。六祖开悟的时候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人回归到本来无一物，这个人就叫成佛。这境界是什么？境界可以说得出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就成佛了。这就是佛的境界。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都有。啊，学佛怎么个学法？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吗？啊，张家大师教我放下而已啊。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只看你放下多少。啊，慧能大师的本事就是一念之下，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五祖把衣钵就给他了。那承认他为第六代的祖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若今生持戒，以动业成病。啊，这一生学佛持戒，但是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就有病。故曰：若有重罪，头痛得出。因地狱重受，人中清长，此事业于心，故病也。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重业轻报。你看重罪头痛就得这个报。啊，重罪轻报了，应该堕地狱的人中啊清肠了。啊，这是什么业与泄业。快要断尽了，还没断得干净，快要断干净。啊，所以有这种病的相出现。啊，那么这是修行人当中常见的。底下接着说，夫业病多种，肿满黄虚，这都是病的样子。凡诸病患，需细心寻检，治病根源，然后用治也。啊，这些现象出现了，要细心，要反省。这个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对症下药。啊，譬如说，用这段经文前面所讲的，啊，肝炎有病，这是徐氏杀业所感的。啊，这一生发愿不再杀生，不再吃肉了。啊，更进一步呢，放生。啊，素食。
啊，如果是心口的病呢，这是饮酒的罪。如果是肾脏有病，耳朵有病，那这是淫欲的罪。找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啊，把根找到，然后从病根把它消除啊。总而言之，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心里头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身心总治啊，这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